这儿有一个铁盒子，里面呢装满了玩具，我们来把它倒出来看一看都有什么玩具呢。现在呢，铁盒子里面的玩具都被我们倒出来了，我们来分一分。啊，这是一个可爱的数字一，还有三，这是几呢？九，还可以挂在铁盒子的上面。零，那有数字玩具，这里又是什么玩具呢？我们来拼一拼吧。看一看这个玩具，它像一个恐龙的积木，那我们来拼一拼吧。这是头部，拼一拼身体，还有尾巴。哇，原来是一只霸王龙。那这么多积木，我们再来找一找，再来拼出一种恐龙。咦，这是一只什么恐龙呢？很可爱哦。拼一拼，粉色的尾巴。哇，很简单哦。看看我们刚刚拼成的这个恐龙叫什么呢？叫雷龙。今天呢，我们学会了拼装霸王龙、雷龙，当然了呢，还有可爱的卡通数字一、二、三、四和五。积木恐龙，快乐学习数字一二三四五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